我讲我常讲笑什么昆虫系啦，什么农牧系啦，当然叫我讲着你嘛卖生气啦。我讲这科系实在是较冷门，较无人来啦吼。啊，经济系啦，我想讲想无你学经济，你也卖出啥？你做经济能力的嘛学经济。甚至我讲说实在话啦，各位气管的，气管系我嘛足看无的。恁即摆少年吼，十六七岁，你已经决定你死啊，后摆变什么？十六七岁拄啊高中毕业，你要读大学，你读啊。哦啊！你拢你正好，你正好读册哦！你拢医生，就苏台大医学系嘛，你死，迄后摆出来做前途，你爱去读大学。你决定你读大学，决定你后摆前途。你家己吼，找无正好，他你家知影啊？读大学吼，普通普通科系啦，可能最好科系啦。什么我讲，我常拢笑什么昆虫系啦、农牧系啦。当然，叫我讲着你嘛，卖生气啦。我讲这科系实在是较冷门，较无人来啦吼。啊，经济系啦，我想讲，想无你学经济，你后摆出来啥？你做经济能力的嘛，学经济。甚至我讲句实在话啦，各位气管的。气管我嘛就看无的，当我讲可能就对名侪人嘛，你要讲着我生气啦。每一件事情讲的拢是宣布啦，拢是指某部分的了。气管系的出来，你要做啥？你帮我管理企业吗？你搞我了，大家去请一个大学生来帮我管理企业无？对啦，你是好好学着物件，跟你实在的社会是无同。每一间公司因的管理员的制度，每一间公司头家有管理的方式。你学着，不一定来这公司人会用。你是一个大学生毕业，你讲你企业管理系，你讲公司你变成什么？你讲公司变成什么？我用着企管，企业管理，企业管理，敢知拢是主管级，才有这个代志。企业管理就是讲，你已经是这个公司，已经是高层啦。你管理这个企业嘛？你是大毕业生要做经理吗？哼，不可能。我前公司开啊大间，我请一个大学生，什么拢未晓，安尼啊话，我哪可能做主管？你要读大学，你册读去读，爱认真读，吼、哦，出来看考医生、考律师、吼、哦、考公务人员。你册未读，就我怎讲啊？你要去啊昆虫系，要去啊鱼目系，你要去啊混日子，什么海洋系？你要去混日子，伊家己清楚，无你就去混。你毕业出来了22岁，搁去做一下兵嘞，哦，做一下兵可能出来了23、24岁，你才出来社会，你鱼目系都要讲做啥？你要找准无啊？啊，过来我就讲了咩？啊，也是啊，排行第啊，哦，啊，无就啥，啊，就房屋中介啦。我即摆唔讲房屋中介歹，我嘛讲也是排行第无好啊。我即摆指的是说，你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学以致用，其实很糟糕的一件事情。你拢要伫社会创啊？十七岁时你要决定讲，我就找面头，我卖读大学。我卖读大学，我要来学西啊！我拄仔讲来学 CNC， 我拄仔讲三年就出师，三年你四年就出师啊！你读一大学嘛四年时间，你学 CNC 你也出师啊！重点啊吼，你读大学就开了偌济钱，你足清楚吧？我好读册，你啊食爱大，迄可能一年要开30多万，啊四年就开100多万，你听无？啊你今日去读一个出昆虫系大学毕业，啊是开了100多万，四年容易四年时间100多万开去啊！你一个昆虫系出来，你毋知做啥物头路，毋知啊！啊！迄、那个少年的介当然是因同学在读高中，我即个穿就无读大学。伊学 CNC 有四年，伊无去读大学，所以无开了100几万了。啊，来学西嘛有2万外块，2万外块你该做一年嘛有20多万，做四年嘛100万。你像你两个来去差偌济，加开着百万，一个赚着百万。你来去差是200万，读册是拢入钱了。啊，上下老师在收钱哦，迄无共款哦。伊学 CNC 出来，毕业四年后，伊去买只机啊200万，拄拄好。啊，你呢？昆虫系啥物拢无？一张最好笑的迄个啥毕业证书，你讲我大学毕业，呸，大学毕业，即摆报一家搞到大学毕业，有啥物路用？你听我意思无？所以你只少年仔听我老豆甲你讲，十六七岁就注定，你十六七岁决定哦，注定你后摆要做啥？我讲的真正是真的啦。